各位同心加九走，两边两边开始上课。各位同心加九走，两边两边开始上课。各位同学，我今晚开始上课啊！大家请坐。各位同学，我今晚开始上课啊！大家请坐。哎，各位同学，各位同志，大家早上。哎，今仔真欢喜哦，来大家来分享吼、哦，今仔课程哦。头先咱来介绍咱第一本帝国大皇帝吼，这咱的家长吼、哦，啊这。皇帝甲皇后吼，啊，咱对外称呼吼，一般大家拢会叫日本天皇，吼、哦，日本天皇，但迄是咱官望吼，咱对外，吼、哦，大家方便去看。但是咱啊讲对一般人，咱咧介绍咱的时候，咱会记得伊就哪参像咱厝内底四大人，基本上是咱厝内底四大人，吼、哦，咱哪会记得哪参像咱家己爸爸妈妈，咱袂用个。直接称呼伊个名嘛吼，啊，我这人讲诶，你是王诶后生，啊，对啊，我是这王诶啊，啊，恁妈妈李梅嘛，啊，对李梅，袂用诶哦，讲这个阮爸爸，啊，这个阮妈妈，好，啊，咱但是同款，那么称呼因两个，金上陛下，金上陛下，吼，咱咧称呼是，吼啊，一寡基本诶礼节吼，等下咱后续再来看吼。好，今日题目，哦，台湾法律，法律台湾。哦，我本人叫做温清志，哦，我出世伫昭和47年，台湾民政府初级班是第13期，行政班是第1届，吼、哦，多多指教。好、哦，大家拢听有台湾话嘛，吼、哦。好、哦、，OK。真多介绍吼，面见金上陛下的词语，吼、哦，词语的意思就是礼节，吼、哦。这是去年吼12月23日，吼、哦、去接受的一个镜头，吼、哦、咱台湾民政府为啥徛伫头前？因为咱是臣民，台湾本帝国的内底臣民，吼、哦、啊因日本国是国库民，因为基本上因的根本法宪法是和平宪法，吼、哦、甲咱的宪法搁伫地哦，是民治宪法，为啥？因为大皇帝搁伫地。国体搁伫地吼，足重要一个观念。吼、哦，记着咱的大皇帝吼，基本上的礼节就是安尼。吼、哦，鞠躬，手打好，啊穿衫啊穿好济，脚袂硬个露出来吼、哦。咱看每一个吼、哦，你的态度决定你的身份水准。吼、哦，这是迄个丹麦王族吼，然、哦、后过去吼、哦，这是。英国的戴安娜王妃，吼、哦，看到咱的大皇帝，吼、哦，这习近平，看在吼、哦，有礼节无？佮看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先生，吼、哦，这拢看到，穿叉嘛，爱着重点吼，爱、哦、穿裙，这是迄个卡洛琳佮奈迪的太太吼，伊、哦、看大皇帝时阵，吼、哦，吼、哦，大家拢爱穿叉注意。好，这是适当的衫，你穿唔到，哦，莫穿短裙，爱记得。好、哦，世界元首为解说明，好、哦，咱的金上陛下是全世界元首各国元首内底是阶官上济，哦，伊个阶迄个阶层是上悬的吼、哦，是皇帝，好、哦，过来法王，过来国王，
大通领甲手领吼，我这相片是照迄个世界阶级来摆吼。那咱的大皇帝金松白哈过来是啥？罗马教宗大于等于该赞，小夸比较悬吼，比罗马教宗小较悬，但是大于等于，所以别的过来是啥？英国女王过来上奥巴马过来上安倍首相吼。啊，习近平伫对，同款伫即搭。啊，伊看到咱的金上陛下，敢会用握手？袂用的哦，袂用的，这无合礼节哦。哦，你看，奥巴马先生，鞠躬，啊，是讲想讲，反正手伸起来嘛，手握，但是有鞠躬哦，无礼貌。中国总书记有法鞠躬，你会用个跪嘞啊？无见你无法度鞠躬，你会用个跪嘞，像安尼，吼、哦。本土台湾人个忠烈祠一对，伫内湖吗？伫天母、树林，唔是哦，伫遮。吼、哦，但是本地个靖国神社，这是咱本土台湾人个忠烈祠。为啥安尼讲呢？因为内底有39,100名个。本土台湾人，包括高沙族，哦，啊，正港的名叫做佛摩神，哦，这是正港台湾的名，啊，为啥叫做台湾？因为咱即下是去用占领，战败的国家，诶，台湾岛面顶，这个名是美国赋予的，所以咱基本上目前全世界拢叫咱台湾，其实咱正港的名字叫佛摩沙，哦，永代献灯，永远拢甲因。地景限定吼，战末马未临，连马马无呢，做一摆吼，军庆吼，过来割魂塔，连婚家马无，母之像，迄意义嘞，母亲是战士伟大的后盾，有妈妈伫后壁。咱咧伟大女性吼，伫咧后壁做后盾，所以基本上咱做证书，即我倒伫前线吼，为国家来奉献吼。来，这个千岛院的一个特别的新闻吼，美国的国务卿甲国防部长吼去参。三凤千岛院，千岛院就是甲头下咱看诶靖国神社是同款诶。吼、哦，伊即个新闻诶意义伫对啊，即发生伫对啊。旧年诶10月13日，哦，格林威治时间是9:01。吼、哦，伊即意思是讲，美国甲大日本帝国已经做好解啊，有意思要甲大日本帝国做好解，因为咱大日本帝国无像以前吼、哦，因为以前迄个是因为去用殖民军啊。在选择，吼、哦！日本帝国航空是日之丸的颜色是红豆色，吼、哦！日本国的国旗是鲜红色，颜色跟国体大不相同。因为和平宪法改制明治宪法，更改呐，它改了第4条跟第9条的宪法条文，所以和平宪法跟明治宪法不一样。这根本宪法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那个根本宪法，它只要宪法不一样。国体就不一样哦。为何说大日本帝国国体仍然存在？因为万世一系大日本帝国大皇帝永远存在哈、哦。这次是日皇旗，全世界的名称叫日皇旗哈。当、哦、然，看这张机啊，就是咱的陛下出来啊，吼、哦，出来甲大家见面。啊，这拢常常伫迄个皇帝车头前。军舰嘛有吼，咱刚坐来检视无正常的政治台湾现状。请问我是谁？我到底是谁？你真正知影家己是谁吗？你要证明你的身份。请问各位要安怎证明家己的身份？识别证，识别证我093呢，无都证明。要安怎证明？身份证嘛吼。啊，搁请问你吼，你是公民还是国民？
哦，这个是洪仲秋迄个案件，伫脸书成立的一个团体。最近吼、哦，因有一个活动叫啥？晋级的公民。哦，咱看这就爱微笑啊，为啥会对啊？反正伫后表了，甲大家做说明哦。伊叫啥？公民1985行动联盟。有偌济济济本土单人，还佫唔知影去遐二战的有几个呀？17万呢？系啊，这个人啊来申请台湾政府身份证。走台湾人走出头天啊咧，啊哪会去饲啊饲战呢？吼、哦，下面叫做台湾新闻证，电视台、新闻媒体，包括周遭亲朋，七议员讲的是台湾新闻证是毋是这张？恁讲的嘛，吼、哦、啊，咱啊看一下吼、哦，你是毋是有认真详细甲看过？包括国民，吼、哦，伊面顶写啥？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啊，那台湾，我都无看台湾呢。哎呀，白纸黑字，咱全世界就是遵守的，就讲你的证件白纸黑字，面顶写啥就是啥，咱袂用甲改变。吼、哦，咱莫看到剧本跳剧本，咱爱啥？每一个人就是教化你，就是讲咱按照剧本，吼、哦，照稿念就对啊。吼、哦，面顶写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国民嘛，吼、哦。所以国民来讲就是国民，这张身份证就是国民。本土台湾现状是啥？经过中国流氓政府，伊个正确个名叫做台湾地理当局。哦，即间强灭差不多要69年吼、哦，迷幻毒化教育了后个通病，白纸黑字无要详细看，即个毒化教育啊，凊彩啦，准会过啊。哦，拢无注意看，所以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爱看清楚，卖阁骗骗啊，吼、哦，卖阁去用骗啊，放大镜啊，还要看，吼、哦，无中毒。昨咱有上过解毒嘛，啊，所以要注意，吼、哦，昨个解毒的工具非常实用，吼、哦，非常实用，咱就是讲爱摕出来用，随时来检查，吼、哦。这张因的身份证，因的啦，吼、哦。吼、哦，因个身份证是伊个法律的效力伫底啊，甲拘留证是共款的，国民甲拘留证是共款的。因为伫个美国，伊个绿卡甲因内底正式个公民的身份是无共的，共款在世界中通用哦。持有该证的本土台湾人即个，甲菲佣太老是共等的，共款啊。譬如即个共是共款，甲太老、甲菲佣、甲外劳共款啊。吼、哦。是啥？免做兵啊！证件单位必须保障持证人的公平甲正义。哦，这两点，咱啊等下慢慢检视哦。哦，咱啊甲看下嘛，伊摕居留证的人，伊敢有参加投票？菲佣敢有参加投票？太老敢有参加投票？搁在啊工地做的外国来的坐坐的朋友，伊摕一张，伊敢有参加投票？讲去参选无啊？哦，所以基本上这两个同款的状况之下，那发现摕这个颠倒去参加做兵、参加选举、参加红选的，够正常？无正常啊！正常，曾经使用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竟然是拘留证性质的识别证，甲这张有啥差别？我入来我换的，我同款大门入来摕证件去换的，好、哦。你绝对唔知道的大秘密啥？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背后右上角向做记号，持有使用者理所当然爱做啥？中国难民的奴隶，只干有样叠69年啊，过一年满70年吼。台湾第一当局唔敢甲你讲的真相，吼、哦，这三组，这是网络上迄人的好心的讲啊，这张拍无的要安怎？啊！伊甲伊讲有三组的号码，吼、哦，身份证号码大家拢背起来，凊彩背拢背起来，吼、哦。迄组号码是美军留落来管理本土台湾人的号码，所以咱台湾民政府为啥用这组身份证号码赶快起来用？因为那是美军管理台湾人的号码，咱沿用合法、合情、合理，吼、哦。但是伊这两组都足奇怪，尤其是这组。吼、哦，以及周景啊，空白身份证流水号，吼、
我手有这张是我家己的，这张我已经等咧箱仔内底无会用，伊是因为我今仔爱来上课，所以我摕来做教材吼。这张我无会用，我出门我唔捌咧扎这個，包括因的驾照、甲迄个行照，我拢无咧扎，我敢扎我这张尔。晶片身份证吼、哦，我出门我敢扎一张尔，这张。尻川这后边背后这张吼，而且写母亲栏的部分面顶吼，大家有扎转去，无扎转去你家看卖啊。你啊照光吼，伊、哦、有一个像刻记的号码仪啊，吼、哦，伊还有一排字，头前00、01、02加，头是刷来加18，这头前前两个号码又得法多去问每一个申请。你家己的福利嘛，我要争取福利，还是得到什么银行特别的贷款？吼、哦，会讲申请先较少的，会起起来讲啊。但是秘密人知啊，但是美国，这是美国甲阮讲的，吼、哦，把台湾民政府讲的，啊，这透过秘书长甲阮讲的这个大秘密，但后壁会阁甲大家做详细讲吼。所以讲，这张身份证基本上一开始就是对咱族群对立啊，吼、哦。会当分辨你是台湾努力啊，中国 VIP 啊，吼、哦，啊，这第三组是镭射胶膜的编号，吼、哦，这三个是一组的。既然是国民，为啥要做兵参加投票？普世价值甲国际基本上就来讲，公民才会当参与做兵甲投票。吼、哦，你看这种做完拢兵，吼、哦，讲讲啊，大家拢做过，我家己嘛去做啊，哦。洪仲秋的事件，看到这个 ROC 的兵役法，因为兵役法足趣味的吼，咱也看到第一章的第一条，中华民国男子，中华民国男子依法皆有服兵役的义务，啊，无写公民，应该正常写，应该写中华民国公民啦，那写男子，哦，这兵役法应该滴的吼，网、哦、络拢看得到，好、哦，这王子，水书。哦，这是迄个欧洲的中立国。哦，伊兵役法内容伊内底写啥？随书公民伫年满20至60岁所应做的迄个兵役义务分作三阶段。足奇怪的是因家己做的哦。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伫1983年陈秀豪做的瑞士军事制度。哦，很特别哦。你不禁会问：中华民国为何不发行公民身份证？为什么？这几天咱上的课，咱小想哦，为什么他不发行公民身份证？有关系吼。原因足简单嘞，因为台湾朋友不是中华民国的领土。如果中华民国要发行公民身份证，必须登记在中国的领土，这地吼、哦、老母鸡嘛，这两地。我特别去遐查出来，顶一期我无查哈，我特别甲查了吼，金门甲马祖同款是因的土地，唔是台湾，嘛唔是大日本帝国，吼、哦，这自古以来都是属于迄边的，法律来讲啊吼。根据国际法规定，占领不移转主权，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吼、哦，这两点足有力的。1949年10月7日了后，中华民国的定义，美国对于恐怖组织的定义：第一，不是国家；第二，拥有武器；第三，是个征兵、哦。中国武装人民是当今上大的国际恐怖组织，应该够奇啊！哦，这恶毒的，这上歹的哦。而且面顶迄个票啊，拢叫人挽掉啊，像一只老虎，迄喙齿让挽掉哦。这样无法嘞，啊！伊这港管有嘛，但是因袂当出海，因遐出海也无挂美国国旗，会去用全世界青菜海盗国家等于甲歼灭啊！吼、哦，甲奥巴马是港管的地位吼。2009年4月7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巡回法官 Brown 的判决，吼、哦，原告 Roger C.S. Lin 这案号吼、哦，这个案件又一个编号吼，0058078，吼、哦，这是2008年九月，吼、哦，啊，迄、那个是2009年4月7日，这英语，吼、哦，这5点的判决，希望各位学员同心一起来记嘞，吼、哦。本土台湾
无国籍，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成员的政府，本土台湾人因处于政治领域内底吼，啊，台湾仍然伫美军军事占领中，美国行政单位应主动协助原告的诉求，吼，这有几个关键语是对伫对啦，本土台湾人的英语是啥 ？The people of Taiwan， 这 of 的意思是啥？为土家发起来，物件为土家发起来，生出来，土生土长的，才用用 of。啊 ，the people on Taiwan 呢，连外劳、连菲佣，伊嘛应该叫 the people on Taiwan。人只要入来台湾，伊就叫做 the people on Taiwan。放在面顶，哦，放在面顶的叫做用 on。所以 the people of Taiwan， 这是代表啥？本土台湾人。第五点吼，你也看伊是协助啥？是协助本土台湾人的需求嘛？还是协助台湾人的需求？诉求不是哦，是协助原告哦，原告以上 ，Roger C S Lin 加228的本土单人哦。啊，等下看第三点政治联讲哦，后小再来说说明哈、哦。这个、关于秘书长林志坚博士控美案的文件资料，详细诉讼的专门伫遮。台湾最终地位第三级哈，伊、哦、的第772页啊，哈、哦。这内底拢有写吼，对、哦，08/5078，同款，到头仔我拍的同款，只不过我甲内容吼、哦，重点的部分用中文甲写出来吼、哦。773页啊，同款内底吼，同款，08/5078同款吼。什么叫政治联讲？如果你阁想要好继续和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压榨，起因就是你阁咧领选票人数。这张啊，你只要拿起来甲断落，不管你有断无断，伊拢赢。哦，政治联啊真相，他那五个判断内底，什么叫政治联啊？第一，无国际承认的政府，吼、哦，佮无国籍，结果你去领因的物件，因的证件、因的识别证，吼、哦，然后接受因的管通知，然后去互欺负啊，你甲全世界安怎？呼喊要求公平和正义，那是无效的，因为你欢喜甘愿，你转迄张票，家己欢喜，吼、哦，搁炸因啊去转，吼、哦，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战败投降的大日本国臣民，吼、哦，第二欺俗支持甲效忠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你都会陷入啥政治人格，吼、哦，只要你参加因的选举任何的活动，你都会继续生活伫最深血液。诶，努力生活，管理内底，逐工嘛好。哦，咱新闻拢看会到，哦，拢在跪底啊，要求公平啊正义，敢有法度？永远做袂到哦。如何扭转政治炼狱束缚？哦，自心诚恳承认我们是战败国、大日本国臣民，广为宣导本土台湾人申办台湾政府身份证。这台湾政府的身份证有一个重大意义伫底啦，会当证明咱正港是。在美军军事占领下的土地中，顶管本土台湾人，会当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你是伫占领地。你若领因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你无法度证明，因为看拢中国人，全部拢中国人。中国人留在哪只？伊当然美国有管理啊，我看不到本土台湾人啊。哦，你们公平正义，我也可以一笔带过，我就一直用台湾关系法继续给你们有的没的哈。然后对大日本国大皇帝陛下忠诚顺服，在咱的家长、咱的士大人，咱当然爱对好着，吼、哦，这终极的效忠。好、哦，而、啊、且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咱是对于啥有暂时效忠，咱爱听伊的话，因为是伊占领咱嘛，咱爱甲伊配合，伊讲啥咱都爱甲伊配合，因为伊根据法律，伊执行法律的任何动作，拢照法律来，咱听话，咱照法律来。咱的台湾的国际地位对正常化哦，足重要一点哦。第四点就是讲，咱爱迄个啥，遵守奉行台湾法理，促进台湾国际地位的正常化哦。第五，展现法理台湾人的素质，让世界重新认识台湾哦，让它修法。哦，中华民国的宪法简介哦，伊这内底就是讲，伊这吼，伊这宪法，伊是那当时。1912年到1949年，墓碑啊，建筑在南京、蒙古啊，结果这套
毋是伫因个国家土地上，结果起来台湾，哦，这世界级的笑话。政治人啊，涵盖范围吼，那看吼，这拢是以政治人人家内底活动的团体吼，明显用各种手段，要甲中华民国地方政府以台湾名义就地合法，严重延误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的时间。我相信在岛民顶，大家拢熟悉，哦，尤其这个西门町拢只敢采旗啊，都徛，吼，徛到今啊，搁同款嘛在徛，哦，啊，行动啊，这怎？看拢知吼，这个旗吼，伫马英九伊顶讲伫宣誓吼，讲伊要做总统迄天，挂伫总统府内底壁迄张，对这张，吼，这是当初大日本帝国迄时民众党蒋渭水伊甲杀来用，吼，这是无效的，吼，后小弟来讲为啥无效，诶，足惊讶对，当今最大的恐怖组织。中华民国武装难民甲伊个共犯甲附庸，最可恶是一个唱白调，其他就唱反调，全部的目的就是在维护中华民国武装难民继续奴役台湾。哦，回想一下，过去竟然愚昧的支持他们，你愿意一错再错，祸延子子孙孙吗？哦，想一下，让我们回到历史的原点，检验消失的中华民国，了解台湾民政府的法理背景。哦，这是建构台湾完整主权的三位陛下。哦，他依据什么？万国公法。哦，完全都照法理来。哈、哦，明治大政昭和。哈、哦，然后呢，1895年马关条约。哈、哦，拥有台湾。那这部分不是沉到海底。哈、哦，等一下放大来看。哈、哦，他花了7年征服 conquest。他是因为有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哦，美国提供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讯息给他用，伊当初美国为西部拓荒的时阵，哦，伊就透过征服，就是万国公法甲国际战争话题对的，伊透过武力征服嘛，征服伊有法到每一个部落，哦，部落伊唔是国家，但是你武力征服，他通通顺服你的时阵，伊就用个纳入你的领土来对啊，哈、哦。哦，完成台湾主权的建构。1937年，皇民化说日本话取日本名，意义何在？伊就是希望伊只行政命令落来，是政策落来，伊在讲，包括伊写文字，咱大家每一个坐坐台湾的人会当看下吧。吼、哦，伊在讲啥，咱我听有，较袂讲传输当中，等于讲文字还是消息在传播的当中，会看无，有一个隔阂。哦，爱推动行政的手续啊顺利，大家拢看有啊，一个国家就会当进步起来。所以皇民化这个动作非常重要。所以当初下关条约订定了后，吼、哦，伊藤博文伊就问明治陛下就问伊讲，咱摕这个钱吼、哦，要去做啥较好？明治陛下讲，全部去摕去办教育，虽然。在日本帝国当初经济不好，但是呢，教育比经济搁较重要。吼、哦，这笔的大笔大清帝国的迄个赔款，也全部摕去做教育，无发展经济。颠倒是安尼，在日本帝国短时间发展，变全世界上强的国家。吼、哦，在太平洋战争之前上有名，亚洲唯一的强国。吼、哦。1945年4月1号之前所使用的纸币，跟1945年4月1号所用的纸币完全不一样哈。伊用的名称是台湾银行券哈。1945年4月1号所使用的纸币上写大日本银行纸币哈，所以无同哈。因为啥？伊在1941年四月七日了，已经是台本帝国大皇帝领土，因此占领不得移转主权。这个意义吼，咱后续会等下再来用这个来反证中华民国伊个不正常的所在一对吼，因为银票袂用乌白印，吼，咱用这点来做证明，来做反证吼。啊，这個、官网，咱也去上网，咱要搜寻吼，任何搜寻，咱一定要写台湾民政府官网。哦，你才会当找得到咱的官网，无你只要拍台湾民政府，你会走去保卫去。哦，
台湾1945年4月1号行宪日集检，1942年所使用的台湾银行券。哦，咱看，它有细细张啊，大家看无？我放较大张的，大家来看哈、哦。台湾银行券，哦，株式会社，个灯音啊，哦，这是当时1942年是行宪日集检。哦，1945年4月1号行宪日之后，哦，伊用的是啥？日本银行券，银行兑换券，然、哦、后这就是银行，就是纸币啊，哈、哦。这张啊介绍啊，台湾五尊千元券正面图案，哦，以日本五尊千元券的原票，在钞票背面加盖红色字体，株式会社台湾银行八个大字，还有一枚代表总裁董事长的头取之印，哦，印章的家，哦，背面。他是刚从内地，吼、哦，内地不是那边啊，咱大部分都有内地对，对，起码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为啥一百吼？空运来台，因应财政急需，随时加盖啊，所以缅甸就讲在抽章赶制，所以有时阵就是讲看会到讲啊，迄看会到迄是临时登记，所以有墨色不均、模糊不清的状况，吼、哦，公告发行的日期哦，虽然是昭和17年1942年4月20日，但是实际流通是当时昭和20年，西元1945年8月17日哦，兴盛了后发行的哈。朝鲜1945年4月7日嘛使用这個，但是后来是啥？未正式发行，所以伊在后边让我打洞哦，伊要准备要用啊，但是后来无发行。这是遍布族群的分布图，分布图啦吼。为啥这边？那伊只教科书拢是讲这边，那拢无，那一只蚕，一只虫伫遮。这不是沉落吼，这是高山族的土地。哦，咱自古以来就这边。那这边是哪里？是平埔族的，跟高沙族的吼。啊，这边是六个屯垦区哦，大清帝国六个屯垦区。啊！伊遮无法度啊，因为高沙族，咱知影就是高沙义勇军，吼、哦，全世界上强的。日本在日本帝国伊的皇军，伊开7年去甲征服，你看伊武力，武力看偌强。咱甲看大清帝国，伊只皇军入去一下尔，规样无去啊。哦，所以武力来讲，咱就爱比较得啊。同样一个单位去对另外一个团体做战争的动作的时候，武力悬殊就知道了。打7年才打下来，大清帝国打多少？3天。哦，大日本太阳旗跟台湾彩虹桥注定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天空。哦，塞格特巴莱，这件代志有啥发生？因为台湾缅甸，哦，这个岛缅甸就是高沙族一部分，大清帝国要甲挂牛吼，大日本帝国大皇帝的时阵，吼、哦、两个皇帝之间的契约，伊甲这个所在高沙族的土地就是东半部一部分忽略啊，伊甲定本就是讲啊，我把当你当人看，因就是种态度吼，化外之地，所以基本上伊也战败，大清帝国战败啊，规粒倒溜溜的人，因都无视于他们的存在，啊、因为感觉莫名其妙来汹汹，我的部落。我的祖先下来就是这样啊，为什么突然出现一堆日本人拿着枪来占据我们的土地？哦，啊，伊就感觉哎、欸、奇怪，啊，就袂开始就会该震惊啊，吼、哦。所以这塞格特巴莱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因为因无向通知讲，因的所在向挂牛出去啊，哦，哦，这是。迄、那个福尔摩沙岛的地图，吼，当时的迄个地图两边分啊足清楚。即、這个彩色的部分就是高沙族的土地，吼，吼，每一族拢足清楚的。巴塞、圭伦、塞夏、道卡斯，吼，咱迄个潘议长是伫遮吼，副主席马卡道主伫遮，吼，啊，在这边啊，高沙族的所在，吼，阿美、卑南、卢凯、台湾，还有亚美。萨奇梅来也哈、哦，朝鲜皇帝将领土管辖权永久让于
大日本国大皇帝以及对决条约，日韩并合条约，两起。1910年8月22号，由大韩帝国总理李完用与日本代表室内正义所签订的条约，将朝鲜全部统治权永久让与日本大皇帝，且于1910年8月29号公告。好、哦，决定。哦，日韩并合条约。昭和陛下行宪诏书，哈、哦，这面顶咧，那边啊有往那有吼，迄、哦那个，会用要等下看嘛吼。昭和20年4月1号，内阁总理小矶国昭，哈、哦，伊来对外务大臣跟迄个大东亚大臣以上，重光葵，就是签订那个投降书那个重光葵，哈、哦，在这边，他的名字在这边，哈、哦。大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的大印在这边，好、哦，伊这目前各个地带。吼、哦，因啊，过去开放总统府的时阵，可能恁会去看这粒，这粒搁伫地，因嘛袂用个拍无，因为这个所在，这粒因啊，目前是悬置状态，吼、哦，当未来伊往哪用个摕出来用，吼、哦，这都要看美国总统甲咱的金上陛下吼、哦、所做的协议，吼、哦，这粒当时会当摕出来用。大日本国台湾的行宪纪念日是当时。1945年4月1号为大日本国新政令会计年度的开始，这是基本常识哦。但反观公元1945年12月25号，啥愚人节？伊部宪法在1949年都未崩啊，因是德王来遮，迄部宪法会当伫台湾实施，讲实在是不可思议啊。那参像英国的宪法，可不可以在中国实施英国宪法？未用的哦，哦。是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也英译啥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愚弄诈骗本土台湾的假节日，这是基本常识哦。甲咱升灯，啊，搁去改，甲咱改，哦，改来改去，本来是昭和20年的，伊改改民国20年，伊都毋捌来过台湾，伊哪有法度伫台语本地面顶制作一条桥，而且桥的面顶搁写民国20年，哦，足奇怪，哦，去避谈。在巴平用安会用去避谈，甚至任何所在，尤其当咱讲的吼泰鲁阁的部分吼。哇，东西横贯公路1940年日本时代已经开通，假农民真难民只负责挂丢啊尾剪彩。1940年就已经开通啊，吼相片都清楚的，吼，起一个牌楼，开一台公车彩嘞，剪彩讲的引起的。哦，大家知影嘉南大郡是八田一役努力得来。那么，台湾主要城市基隆、台北、台中、台南水道计划是谁建设的？刘铭传吗？不是哦，是滨野弥四郎。哦，卫生公事调查报告书。哦，这是大日本帝国内地千叶县人曾任台湾总督府土木部技师。哈、哦。然后他是在那个明治29年1896年巴尔顿、哦、他受那个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的邀请，来台湾担任卫生公事顾问，并也以助手身份同行来台担任土木部技师。明治32年1899年巴尔顿在完成基隆水道建设案后因病返回，返回哪里？东京哈，滨野则留在台湾继续，上下水道的那个建设，期间长达多久？23年，哦，陆续完成基隆、台北、台中、台南等台湾主要都市的水道计划跟建设，哦，然后大正8年1919年离台到神户担任技师长，著名的技师八田雨衣曾是他的部属。哦，八田雨衣是他的部署。好、哦，这台湾水稻之父是滨野弥四郎哈、哦。遭中国难民篡改的台北自来水博物馆，1896年，他们都年号都给他写这样了。哦，1896年怎么会是明前16年呢？哦，8月，台湾总督府特别聘请英国。威廉巴尔顿来台派遣总督府技师，我头下介绍的吼，
滨野弥四郎哦，进行全台卫生工程及台北自来水建设的调查工作。就我们讲哦，你我是否看见今天 Chinese Taipei 留下来的谎话？接着是上大的案例，哦，搁谈下迄个中横，哦，他大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请巴尔顿先生来，当时的千国人唔知虾米个自来水系统，哦，还有个底底下哦。长达十数年的调查规划，1907年，巴尔顿先生建议在公馆观音山桥下新店溪畔引取水口引取原水，在观音水观山山路设净水厂进行净水处理，哦，然后抽去观音山面顶的配水池，借由重力方式自然流下，供应住户日常用水。1896年到1907年，十几年的研究才着手进行建设。台北市自来水处所公布的刘铭传挖古井，根本是睁眼说瞎话。哦，1908年取水口及统式建筑以及设备装置先行完成。1909年输配水管、净水厂及配水池全面完工，净水厂开始供水，出水量2万吨哦，用水人口12万，命名为台北水源地漫绿厂。哦，这东西基本的吼，从此台北自来水开始迈入现代化的供水系统，像有咧用心建设台湾，哦，台语本地讲，总督府，哦，高雄，哦，高雄，全国拓殖时阵主要聚落一堆，基腰，哦，就是今天旗津天后宫一带，不管是古山、盐城、前镇等区，都是大日本帝国用心治理后才出现的市街。哦，大日本帝国在收回台湾后，进行三期的高雄竹港工程。哦，然后就是让哈马星变成现代高雄最早的新市街。哦，也要进行铁路铺设。哦，用蓄港挖出的泥土，把铁路沿线填满。哦，古山一带也随着铁路开通渐渐繁荣起来，让哈马星跟古山成为大半个大日本帝国总督府经营下高雄最繁华的地区。你刚刚看这点就好啊，哦，看你是要做中华民国的人，做中国人，还是做台本帝国高水准的生活，哦，你做选择就好。哦，我承认我是大日本帝国台湾的臣民，哦，我觉得我很 OK 啊。哦，大日本国征兵施行准备文，那缅甸我写啊，哈，台湾本岛人包含高沙族，哦，那昭和18年9月23号内阁总理大臣东条英机，哦，他不是罪人，他是根据国际战争法，因为用等于俺们啊，整个大东亚战争的主要的起因就是当初的一个大环境，尤其是南京大屠杀那个。假的案件，哦，官方网站我们可以去看，去点来看。他那个网站，他那个南京事件，他就是蒋介石跟毛泽东，他们是同一个团体，串联起来要阻碍整个亚洲欧化的进度。为什么呢？为什么当初有那个？因为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协定，共同大东亚地区的维护维和的一个主要的国家就是大日本帝国。哦，就是交给他的，所以当初咱嘛知影因中国内底内乱、军阀割据，哦，包括所有的这些枪杆子出政权的，所以就是讲交由大日本帝国皇军去维持秩序，哦，啊，然后就是安尼，然后叫抹黑了，哦，叫抹黑了，等啊大屠杀，大日本帝国皇军来无规矩，规矩甲掐死算了，叮叮叮，再反击，反击就宣战了。好，哦，那不得已的。台湾国际地位必须正常化，中华民国没有权利出卖台湾。哈，哦，这张卡好酷来，对，重点。美国中情局1949年文件指出，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是大日本国的领土。哦，这两部分，你现在有两个受降区，啊，这个牌坊上面为什么有美国国旗？哦，啊，两面。钱币为什么这个没有拿来台湾用，这个却在台湾用？哦，玄机很多哈。检验中国政府使用纸钞的法理，1937年使用中国银行纸币仅在中国使用，
这边啊，哦，26年，1937年，哦，中国银行这张爱无起来台湾用。1946年为何使用台湾银行的纸钞？占领区使用的纸币不是中华民国，哦，台湾银行。1946年的是35年，哦，这因来读啦，我无要中伊读，哦，因为他是代理占领台湾，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根据国际战争法规定，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哦，再次强调。哦，大日本国台湾公会堂，第一在1945年10月25号一天，哦，公会堂外靠，这是台湾光复吗？不是哦，咱看在公会堂内底发生啥代志吼？受降典礼，哦，我相信第一天秘书长有甲大家做介绍吼，哦，这是英国国旗，哦，这是流亡政府中华民国的海军军旗，这是美国的星条旗，这是苏联的国旗，哦 ，OK， 那大家看嘛吼，从公会堂外鬼牌坊看见谎言跟事实吼，那看在缅甸的星条旗，哦，大家同心头拢有领到美国国旗嘛，咱就对照看嘛，看有同款无？同款挂伫缅甸。68年前的相片嘞，迄意义伫对，吼，哦，美国军事占领，美国分配占领权给谁？中华民国不是哦，蒋介石元帅，因为当初中国有三个政府，哦，有三个政府合法的政府是汪兆铭、汪精卫迄个政府，南京政府啊，很特别、很奇怪一点是啥？中华民国架杠的政府是对英国、美国宣战。都加一，这个叛军是对日本跟德国、意大利宣战，哦，所以何康一点垂意，哦，啊，毛泽东也是共产党，美国跟共产党是势不两立的，所以我们要记得，哦，根据国际战争法定义，1945年10月25号是交战国军事占领日，哦，是接受投降，你们定义该盖鬼，哦，接受投降不是台湾光复。哦，啊，也在缅甸下中国战区，唔对吼，这不是战中国战区哦。1941年12月8号到1945年9月2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军从来没有到过台湾，哦，而且大日本帝国台湾是太平洋战区，他在这里动手脚的意思就是他有计划性的要对本土台湾人做洗脑跟篡改的一个动作，从这里开始，鬼牌坊。眼睛、鼻子，哦，那么大的嘴巴，外面还派了卫兵守在这里，把台湾人全部吃进去，哦，政治炼狱的开端。1945年的10月25号，为什么是政治炼狱开端？后面你就看到哈，白纸黑字，各国的国旗为什么蒋介石是海军军旗？哦，中国战区受降典礼，这正式的了，一耶，哦，这是何应钦。占领主要占领全国，美国国旗、星条旗，哈，啊，伊个教科书就奇怪吼，你阿个看，1915年左右，中国教科书，哈，哦，正写个英家底个哈，中华民国国旗什么五色旗呢？几条呀？啊，中华民国诶，迄个海军军旗诶，伫遮，即个啊，海军军旗，因为教科书缅甸就安尼搞哈，1915年。1912年建国嘛，因为建国，1915年搞起搞呢，海军军旗那里啥家有？哦，依麦克阿瑟第一号命代理军事占领，他是中华民国海军军旗，是1945年10月25号的公会堂受降典礼，一张旗盖过来变国旗啊。1954年，因为立法院哦设定为国旗样式。1954年则一炸得韩战鬼一根流亡啊。哦，金盖盖，给他用吐槽。邻国中国内政的问题是真假国旗跟国歌，哈，哦，因为国旗、国徽加国歌，中国雄立宇宙间，扩八言，华昼来从昆仑颠，哦，这是正港人的国歌，哦，国徽伫遮加国旗，以及呢党旗、党徽、党歌，三民主义无党所宗，咱拢唱过啊。无党所宗啊！这唱在哪里都唔知阿咩啊弄啊！明天不会再见了哦！你要个看啊，
东哥啦，东市啦，安怎拢看迄粒车轮牌是假拢打哦，假啦哦。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哈、哦、最大的诈骗集团哈，从、哦、鬼牌坊伪造光复谎话起，咱就要看最近新闻，国立成功大学光复校区，迄两支叫拔起来啦，大家有看哦，所以就知影迄两支为啥大家讨厌，因为拢知影状况啊，同期来同齐来监视受款吼，蒋介石带领难民集团哦。麦克阿瑟第一号命令的发令人，咩啊讲？这是麦克阿瑟，这蒋介石袂忘啊啦，都要偷偷考哦。啊，这啊，这是让讲宋美龄，啊，这让麦克阿瑟莫怪的，哦，莫怪，为啥好？伫遮靠家欢喜家，哦，《新台湾论》这本书一定要拿买回去看哦，因为那个里面。都全部都是国际法理，你不读唔捌哦，详细。41页上方资料，1951年5月5号，美国艾麦克阿瑟将军在美国参议院联合委员会听证会上说：“哈、哦，法理上台湾仍为日本帝国的一部分 ，Logistically Formosa is still a part of Empire of Japan、哦。”好，431页中央的资料。1940年1月12号，行政院是以节参制第012号、9号、7号训令，擅自把本土台湾国日本国籍一律集体规划成中华民国国籍，违反国际海法、海牙公约及日内瓦公约。哈、哦，军事占领不改变占领地主权，不改变人民国籍的法规。哦，如果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为何有两个受降单位？怕到這樣，偷偷跟你說，思考一下。太平洋戰區1945年10月25號安藤利吉把投降書交給陳儀，陳儀就是他，太平洋戰區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1945年9月9號我們台灣看到彩色的第一張，第一張蔣介石元帥派出何應錦代表中國南京接受大日本帝國皇軍小林浅三郎哦，投降书一对，中国战区是美国麦克阿瑟以第一号命令，由蒋介石代表盟军受降，哦，以次要占领全国了。哦，大日本帝国台湾是太平洋战区，哦，这叫前奏。有一个网，那个 YouTube 上面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影片，哈、哦，我们可以看清楚看到大日本帝国的地区，哈、哦，这边整个范围。哦、是美国主要占领，亚洲也是中国战区跟苏联、哦、加了解台湾的区域归属，接下来再探讨被违法篡改的身份，我们都给我们挂上面具、哦、这是大日本帝国的领土范围位置在这里、哦、阿公阿嬷日本人，阿爸阿母也是日本人，为什么你变成中华民国人？这叫啥？种埔啊，生菜粿，阁继续落去生苦粿啊！哦，大日本帝国台湾人的国籍 ，Formosan Empire of Japan 如何被改变？这台湾机，咱的过去的哦，遐个靖国神社的本土单人哦，相信拢有开过这台湾机哦，萨库拉哦，克拉克机场就是麦克阿瑟。伊所领导的，短短一天的时间，就叫日本帝国的空军航空队，甲全部歼灭。莫怪麦克阿瑟足讨厌台湾人。哦，鉴于苏联在占领日本北方四岛后，约将17000名的日本居民从岛上强制驱离，进行拓殖，违反国际战争法。哦，分7个梯次遣返。伊新古店哦，甲好炸1000块尔。哦，这里新台湾论来对让我共点哈，在台合议人对续留与否没有自主权，中国人和苏联人一样，由国民政府完全由国民政府、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跟中国军事占领当局单方面决定，强迫性遣返，没收私人全部财产，先顾会炸1000块等的，然后擅自用行政训令改变所有消灭，而且他消灭所有大日本帝国的台湾人，
哦，使得美国看不见被占领区的本土台湾人，国籍就被中国难民违反国际战争法改变，都爱给我改掉去啊！哦，这对这张啊，哦，杰山至012/97号训令，哦，伊讲窃据台湾呐，伊讲日本窃据台湾，哦，咱小看就知啊，也干我好话。中国解放军持续迫害本土台湾最重要。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戒严令，这层层颁发的，在中国广州，伊是要维持着，和中国军事政府继续伫台湾，统治台湾，和蒋介石会当理直气壮去来台湾，袂本来袂当的啊，这本来是孙立人要处理的吼。1945年10月25号。台湾光复节事件一夕间，被占领地区人民变成战胜国国民，就这样迷失了68年。本土台湾人饮茶做老爸，哈、哦，这是国民，不是公民，哈、哦。228事件戒严，白色恐怖，美丽岛事件，这拢咱大家拢听过，这都是政治联讲，哈、哦。台湾人的苦难从这张开始，40001元，1949年6月15日，有可怜无？好野人40000元，足好用的。雄雄隔工起来，一碗豆奶都买袂起。哦，中央日报应该报的，这是正港本土大人台本帝国的存款簿。遭到中国占领军政治迫害的人数，你来看，偌济？243281，更唔止哦，佫有120000，陆陆续续。因的转型正义就是来台。大屠杀，就地枪决，21师的卸弹损耗表，你那叫看，陆军第21师台湾戡乱报表呢，手榴弹呐、啊，哈、哦，手枪，过来看拍偌济去啊，即个代表，因咧用迄对去屠杀台湾人，用这种手段，哦，真正的台湾战神富田直样，823，真正日本主权防卫者。与帝国台澎主权共存亡，一起让白团的团长白洪亮，因为有一半的骨灰吼，放伫对，伫即马新北市树那也得海民市，吼、哦。不过靖国不做靖国神，宁为台湾魂，吼、哦。台湾占领区清前岗基地，美国与中国流亡政府的升旗典礼，它比较高，它比较低，哦，旗杆它就这么高而已。美国国旗旗杆那么高，正常来讲，他要升旗的话，是两面旗子要一起上，美国国旗上去，他再跟着上。哦，这也证明因中国难民自尊心强到这种程度。正常的国际法、国际战争法是主要占领全国国旗上去，因为流亡海军旗在岩坑底下。哦，西藏吐蕃政府现在就是这样升旗。美国国旗上面，吐蕃的国旗在下面，哦，富田直样就是他，哦，三个阶段，过去、现在、未来，哦，麦克阿瑟委托蒋介石元帅设立的军政跟民政系统，这个时候呢，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本土台湾人的公平跟正义就不见了，哦，国际战争法下政治台湾的现在，根据起台湾关系法，是由美国国务院底下。AIT 民间组织让中国流亡政府继续奴役台湾，将中华民国占领军改作台湾治理当局，必须听美国国务院政治主导，美国完全看不到本土台湾人。这个时候呢，台湾的人他的什么身份 ？The people on Taiwan 完全看不到，你可以丢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哎，还较低啊，没办法证明自己是占领区的人哈。那台湾的未来，法理台湾未来是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哦，由美国军事政府主导，底下的军政有军事方面就由美军亲自占领，哦，民政就是我们，哦，台湾列岛美国民政府，所以简称叫做台湾民政府，哦，台湾 Civil Government。现在不能美国不能说他看不到本土台湾，因为美国自己制作台湾公民身份证，这些身份证的有台湾人。台湾公民身份证的台湾人是什么 ？The people of Taiwan， 回归原状，这是叫改过来嘛？伊甲咱改，咱恢复原状，吼、哦，唔是改等的，因为咱本来就是安尼，是因甲咱改，
咱恢复原状呀，哦，回到历史的原点，哦，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内法，伊是为着要无要亲自占领啦，哦，啊，伊就是讲要逃避迄个承担处理流亡中国人的责任，哦，所以林志升博士在2006年10月24号与228位本土台湾人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控告美国政府人权啊，罔顾人权啊。哦，一个台湾关系法的1979年10月10号、4月10号开始施行，它追溯起1979年1月1号，因为断交嘛，断交给他因，哦，做出什么，所以他才追溯到1月1号，因为有一个空窗期嘛，哦，啊，就奇怪，那无波多一个关系法，很特别哦。到底台湾出什么问题？哦，根据占领法规定，占领地最终处理目标是将当地主权权利，主权权利就是管辖权，我管你，但是主权仍然是金上天皇的。哦，那参像一张树啊，大家讲的水果树嘛，令果咱的，咱若讲要搁发展，咱爱问恁个树啊的主人会用的无？哦。然后美军呢，却把占领权委托给蒋介石元帅，造成假的台湾光复，然后被占领地的人民变成战胜国，迷失了哈、哦。然后现在要怎么证明，而且走出政治炼狱，就是申办美国印制美国国土安全局核发的电子晶片台湾政府身份证，证明你是被占领地的人民，哦，美国军事政府最终的目标才会把管理权交还给本土台湾人，哦，终止台湾人的苦难，从拥有台湾政府身份证开始，哦，刚刚讲的这是很重要一点，哦，后面有，然后晶片在大概在这个地方，哦，这是台湾群岛美国民政府的法理宣传，哦，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台湾民政府即将成为法理台湾的台湾当局，自己当局。我们是政府，不是政党。有这张新闻证，这证了学贷不免印啊，印出来嘛唔惊，大家去验证，绝对会做，绝对做到哦。终结本土台湾人苦难的曙光哦，是控美案，原告名叫做 Roger C.S. Lin， 那是公规那边的哈。所以大家记得清楚 ，Roger C.S. Lin， 啊，各位其他的所有那个过程，在台湾民政府官方网站哦，可以去看哦。12月31号举办忘年会，发放首期的台湾公民身份证。9月5号，去年哈，台湾民政府华盛顿 D.C. 酒会跟记者会，他核发的那个身份证，持有的台湾民政府中央内阁人员均由海关公务门进出，哦，而且证实海关验证刷卡有效使用。12月22号到24号，靖国神社卫灵祭跟金上陛下祝寿团活动，台湾民政府内阁人员持用台湾政府晶片身份证，在日本国认证使用，并且可以自由兑换货币。迄张流亡政府的识别证，伊无要改承认，日本国已经 OK 啊，哦，陆陆续续各国会把妈做发酵哦。台湾民政府第一届日台精英会议，哦，去年的3月13日，这个先生叫做大串康夫，伊问吼，问秘书长讲，我做28年日本国自卫队来过台湾10次，发现日本人啊，台湾人拢真尊敬李登辉先生，而且即卖还台湾人拢要要求维持现状，为啥恁台湾民政府要甲中华民国赶走？外口人伊当一定安尼问。哦，你看秘书长安怎讲哦？68年来，本土台湾要要求两件代志：第一是公平，第二是正义。哦，中华民国占领军永远做袂过这两件代志，而且顶礼拜对3月13日顶礼拜吼，美国甲咱讲一个机密，本土台湾宣称拢叫中华民国做记号。吼、哦，我头有讲咧，后边可以咧吼，日本人惊噶吼。秘书长也讲，恁日本国的人嘛唔免欢喜哦，心存侥幸，恁的客人甲阮同款。因是加入联合国，经济环境真好，所以无法度接受秘书长的话。哦，你讲哪有可能？哦，秘书长讲，日本天皇投降的当时，明军恐惊当时大日本帝国再度崛起，就甲
但不得够四分五裂哈、哦。北方四岛搞苏联，哦 ，Okinawa 冲绳搞联合国托管，啊，左方的独岛搞韩国占领，南部的福尔摩沙岛搞蒋介石占领，日本本岛由明军亲自占领，唯一的目的就是以防再度崛起。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短短时间可以崛起。这个前科和全世界足强劲啊，搁要战争第三届嘛，当时所以纷纷的个分裂，会无多团结，短期无多崛起，世界可以得到和平吼。伊伫即马美国伊伫即马日本国安排一百万的左派韩国人，伫台湾安置200万的中国人，这两个所在一百万啊200万各自掌握各自区域的政治经济核心。咱想看嘛，即马台面上的经济甲政治的核心，包括媒体。全部清一色拢是因中国难民哦，所以你台湾人要怎出头，要怎团结，无多，因为这些人存在。以本国即马的左派韩国人也是一样，就是要让整个大日本帝国无多团结哦，这是当初美国的安排哈、哦。大庄刚夫跟蒙蔽署长哦，琉球和美军的纠纷，因下阶段以本国要去联合国抗议，安尼有法度无？蔽署长讲。联合国的问题是联合琉球的问题是联合国成立之前就发生啊，哦，所以你向联合国抗议啥无效，伊无法度处理啦吼、哦。大川刚夫中将的听了后、哦、了解吼，伊、哦、要等下去本国大陆做宣传吼。哦，这两条平行线，因惊因的，咱惊咱的，吼、哦，无冲突。所以咱台湾民众伫外口来讲，咱会记的，咱唔是向。中华民国接政权，咱是爱向上接政权，向美国接政权哦。因为 ECFA 签订，2011年六月二九签落和解啊，和解了后，因就开始啊，哦，因爱登记啊，都要接政啊，哦，台湾民政府接政，这是政权化的程序哦。宣战，军事政府成立，军事占领，哦，人民政府正式政府，绝不军事占领，撤军完成，正式主权国家哦。咱就安尼。人短短安尼，伊拉克安尼到遮来，才无几年尔，咱来行到遮来，68年、68年、68年安尼，吼、哦，足久诶，吼、哦，这五个判决，希望大家一定爱记咧吼。谁、哦、是控美案原告？老杰希尔斯汀，大家拢写啥吼？美国政府唯一支持的是原告，台湾人民请勿上当，台湾民政府祝你平安。哦，这镜头啊，向镜头，其他想要哦，假借任何名义要取代，哦，啊、我嘛要来接证，真实的美国政府支持的是原告哈。哎、哦，你也看，头下讲的这边旗就伫遮，这是大日本民众党的党旗啦，哦，伊起来用，伊嘛要成立民政府，伊嘛是啦，哦，你看蒋渭水死亡盖的。大日本台湾民众党党旗，哦，啥去挂在壁的，啊要就任，啊刚好派个调，死去啊给爱挂，哦，中国国民党伪装大日本台湾民众党，请问军政体系保护下战败方民政府是自称战胜方中华民国可以成立的组织吗？不行啊，哈、哦，国际战争法。台湾民政府证明文件，你就伫个官方网站右上角吼，搜寻人啊，输入证明文件，你就会看到下卡一下吼，即个文件，司法部甲民政府往来迄个信件吼，啊，过来基金会注册文件、办公室外观跟内部，哦，更名啊 ，TCG 基金会变台湾民政府基金会，这种官方的证明文件，哦，台湾政府是在台湾民政府架构下试行运作。大家去问讲，喺新闻节目面顶写台湾政府，啊，台湾政府是独立方吗？唔是哦，是台湾民政府架构下试行运作。它的上面还有谁？美国军事政府，哎，给的哦，哈。正式完成官方注册政治组织的登记书籍，古年7月3号，在时10:20。哦，我了解那个笑笑啊。善用法理解读工具，学用教传，哈、哦，这几句大家拢爱记的，吼、哦，网络上啊，甲咱来讲，咱就会说出来讲，因为咱讲真理，吼、哦，好好讲，吼、哦，会记的，人啊，甲咱背，咱莫回头，吼、哦，咱是狮子吼，
哦，即大家一个吼，主场甲立场，咱上过第一堂课的人拢知影吼。嘿，来做一念，台湾民政府是法，台湾法律。台湾民政府是法律，台湾。哦，啊，逐天都爱上网站，吼、哦，专栏文章，啊，去增加一挂知识，吼、哦，知识，啊，和缓解惑，耐心引导，因为咱是讲真理嘛，指引迷失台本土台湾人导归正途，依着国际法理安稳走出政治炼狱，步入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哦，咱是法理台湾人，不是感情台湾人，吼、哦，坚持法理台湾，台湾法理，唯一的逃生工具，吼、哦。啊，今日分享完成哦，要大家爱记得，天佑日本，天佑美国，天佑台湾。各位台湾，下课休困十分钟。哦，这节课是万里长城王选杰先生的课哈、哦，大家要注意听哈、哦，精彩哦。